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94页，594页最后一行，阿弥陀具无量意，业已无量寿。第二意有无量光，第三意有甘露王。密教以此三名，依其次第表法报化三身。这一段记住都是说的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，这个地方啊，又引了许多经论祖师大德的注解。其实名号的意义，名号的功德是说不尽的。为什么？这是自信的德号啊！自信实实在在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，说的再多也是举几个例子而已啊！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。无量光无量寿是世尊在阿弥陀经里面提出来的啊，这是最简单的说法。寿代表时间，光代表空间，一切时空里面所包括的一切无量啊，那是真的无量，可不是有量的无量。第三种翻译为甘露王，甘露是天人的饮料，人间没有，啊，这个饮料让人身心健康，驱除一切的疾病，长养寿命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那么用它来比喻阿弥陀佛像甘露中之王。密宗用这三个名称代表法身，无量寿是法身，无量光是报身，甘露王是化身啊，法报化
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。这又可以以为无量庄严、无量清净等等，就太多了。啊，庄严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真善美慧啊，智慧圆满具足啊，这庄严了，无量庄严啊，清净。我们经体上有清净，有庄严。庄严是从果上说的，清净从因上说的。又十二光明，一界弥陀名号，十二光在后面。啊，学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细讲。又阿弥陀三字，每一字一句无量意。啊，从这个三个字，一个字一个字来说，阿字为本不生之意。阿也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啊，这是最常用的。啊，翻成中国文的意思，无量觉。那我们想一想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？成佛皆是无量觉，所以无量觉是一切诸佛的通号啊！啊，西方这一位阿弥陀佛就用这个名字做他的名号。为什么用这一句名号？戒引众生，成就众生，这个意思好啊！啊，这个意思确实非常的圆满。那么这个地方跟我们分开来讲，啊，本不生意。本来不生，当然就不灭。啊，不生不灭呢，是三谛里面的空谛。迷字为无我之意，故是随缘之假谛，就是宿谛。啊，迷有我的意思，这个我不是身体啊，六道凡夫把身体当作我，这是错误的啊，身不是我。我们在分享当中讲过很多次，再多次的分享都不算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身见没破，还是执着身是我，所以这个话还得要多说。身确确实实不是我，为什么？我是不生不灭的，那身有生有灭。
所以身不是我。啊，我是自己能做得了主的，我们身做不了主。啊，身要能做主，你想年年十八多好啊，做不了主啊，他跟着年岁太老化下去啊。啊，没有病苦多好啊，啊，这都做不了主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身这是个物质现象。啊，它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。大家都知道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啊，这个衣服穿脏了，脱下来换一件。衣服穿坏了，丢掉，换一件新的。哎，这个东西像衣服一样，不好使用了，用的时间太久了，不好用了，就把它丢掉，再去换一个身体。自己真能做得了主呢，那个身体就越换越好啊。啊，人的身体啊，丢掉了，换天的身体。啊，天的身体丢掉了，换菩萨身体；菩萨身体丢掉了，换佛的身体。还是一个我。啊，我没有生死啊！啊，我是什么呢？我们在一般分享里头讲。我是灵性，就是自性，就是法性。啊，经典里面叫，也就是实相，实相是真相，身是假相。啊，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相，不是真相。啊，那么这些大乘教里头基本的概念我们必须要建立啊，一定要清楚，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就真正的受用啊，不再搞假的了，怎么要搞真的啊？所以它是随缘，随缘就起变化。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随喜的这种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陀这个意思是如的意思，故是中地。啊，什么叫如呢？真跟假是一不是二，真是假之真，假呢是真之假，真假是一体，真假不二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两边都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啊，两边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叫中地，也叫中道。啊，这个好，清净平等觉就显现了。有《阿弥陀密室》这本书，是密宗对阿弥陀佛的解释啊，他说阿字一心平等，本初不生意，跟前面讲的意思相同，确实没有生了。
不生不灭。啊，它是体，就是自性。啊，迷字呢，一心平等，无我大我矣。啊，无我大我，可见的没有把身体当作我。我这个词在佛法里面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，自在的意思。啊，自信起作用，里面有主宰，有自在。啊，佛法里面讲三德，密藏，三德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脱。这三德里面，每一德都有常、乐、我、净。这叫四净德。啊，所以它真有我啊，不是没有我啊。法身里头有我，般若里头有我。就是有主宰有自在啊，解脱里头有我，有常乐我净啊。解脱是什么呢？真正把无明烦恼放下了，尘沙见思放下了啊，这叫解开啊，这烦恼解开了啊，解开呢就脱离生死了啊，见思烦恼解开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就脱离了啊，解脱脱六道轮回。尘沙无明离开了，解开了，就脱离十法界了啊。无明烦恼的习气化解了，没有了，就脱离了十八土，回归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常寂光就是我们此地名号里的第一个字啊。啊啊，是不生的。本来不生，所以他也不灭啊，完全回归了，他所有一切障碍啊都没有了啊，都化解了。所以一心平等啊，无我大我，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要能够体会到什么是大我，遍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
啊，我们把一个身体叫做小我，大我是变法界虚空界。身体是物质现象，这法界里面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我的身，法界里面所有的精神现象都是我的心，所以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，这是大我。谁知道呢？化身菩萨全知道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原教初住，他就知道了。初住往上去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全都知道，不但知道，他享受到了。啊，能享受到，就是本经上所说的真实之理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，真实的理。三德密藏里面的四德，圆满的显示在当前。这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境界。啊，投资说得更好，一心诸法，诸法无量无边的，诸法是相，是作用，一心是体，是能生能现，诸法是所生所现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能生如所生，所生如能生，称之为如如。既是如如，当然是寂静。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诸法寂静，我们所觉察到的诸法是烦躁啊，没有看到他的寂静啊。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我们自己，不是诸法。诸法确实是寂静。啊，我们看出烦躁，这个烦躁是自己妄心里面变现出来的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妄心是阿赖耶，是心意识。我们用妄心，所以看到诸法是无常的。啊，是烦躁的现象。如果我们用一心来看呢，一心怎么讲法？一念不生就叫一心，起一个念头就不是一心。一心里头起这个念头就变成诸法。你看贤首过世的还原观讲得好啊，
他跟我们讲啊，从一体，一体就是一心，起而用，但一念不绝，它就变成阿赖耶。阿赖耶起两种作用，依报正报，依报物质环境，正报精神的环境，这就构成无量无边际的法界。我们在这个法界里面，因为我们迷得很深，有严重的执着分别，所以我们对于法界能够觉察到的是非常小的一个范围。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顶多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一个地球而已啊。古时候不知道地球啊，不知道地是圆的，不知道啊。只知道自己居住这个环境范围，而且范围很小。确确实实有很多人一生甚至于到城里都没去过。进过城的人呢，那都开了眼界了。住在乡村，住在山里面，一生没有都走出去过，这样老死不相往来。他能够接触到的时候，也不过就临近几个村庄而已，再远呢没去过了。他的知见范围就那么小啊。现在是科学技术发达，交通方便，有媒体每天在报道，充其量我们认识这个地球，知道地球上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发生的是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别的星球呢不知道了。星球无量无边，世界无量无边，诸佛刹土无量无边，都不知道。我们这一个人一生呢，六根力接触六尘境界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这是什么？迷得太严重了，才产生这种现象。科学家告诉我，宇宙很大，空间维持不一样，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持是无限的。今天科学确确实实能够证明不同维持空间存在。黄念祖老居士说是一个。我们居住的是三度空间，有四度、五度到十一度，这是现在科学能证明。空间维持怎么形成的？
总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。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空间维持就不见了，全都突破了，那我们的眼能看到整个宇宙啊，在佛法里讲法界虚空界，你全能看到啊，我们耳的能力能够听到全法界的音声啊，巨大的音声听到，极其细微的音声也听到啊，这是什么？六根的本能呢？啊，《大乘经》说它为六种神通，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虚命通，啊，神足通、漏尽通，这是我们的本能，每个人本来都有的。啊，现在为什么没有了？不是没有了，是我们自己有了障碍。因为障碍它不能现前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障碍除掉了，它立刻就恢复了。啊，这个障碍就是烦恼。啊，所以学佛为什么特别重视要断烦恼？烦恼不断，你的自信里面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都不能够恢复。烦恼要断了，全恢复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佛法修学的秘诀就是看破放下，看破帮助我们放下，放下帮助我们看破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没有别的。你能够听到大乘，你就相信，你就觉悟，你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啊，很快啊，凡夫成佛理论上讲一念，你有个念头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。啊，他在30岁那一年，在菩提树下打坐。半夜从定中出定，看到空中的星星，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就成佛了。好像不难啊，啊，难在我们不肯放下。为什么不肯放下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没看破。在中国，唐朝六祖慧能大师是禅宗的，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
也是听五祖仁和尚说法啊，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放下了。他比释迦牟尼佛年轻，释迦牟尼佛是30岁，慧能大师是24岁。啊，这一放下就见性了。就成佛了。啊，一个在印度，一个在中国，为我们示现，为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学佛，我们修行，这么多年来，没有把事实真相看破啊，所以不肯放下了。啊，你放下多少？就等于你看破多少？你看破一分，放下一分；看破10分，你放下10分；看破100分，你放下100分，肯定的。没放下，说明你没看破，你还迷在这个世界。啊，世间受这些苦难叫冤枉啊！为什么？它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《金刚经》上佛说的好啊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不是真的啊！换一句话说，放下是对的，放下是正确的。不放下错了啊！哪一个佛菩萨没放下呢？你看人家放下所得到的无量智慧、无量相好无量功德，他圆满了。啊，不放下，我们受这个身，你看这个身多苦。每一天吃3餐饭就苦啊，那不吃饭多好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要吃饭，你看他多自在。所以这个苦他们就没有了，他不会饥饿他用什么来养他的身体啊？那今天来说呢，科学家的名词，宇宙的能量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用这个来养他身体啊。我们这是用这些饮食啊，五谷杂粮养身体啊，这东西不干净啊。那所以身体用不了几年，它就坏了，不中用了。啊，极乐世界身体是无量寿啊。啊，也就是他们吸收这个养分的时候是一干净。清净，一点渣子都没有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得的是法性身，住的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相同。
啊，经上讲得清楚，黄念老的脊柱啊，找到许许多多的证据来证明。啊，让我们对这部经产生信心，产生愿心。啊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所以成功了。啊，这是大果。啊，大果是真的。一切诸佛是我，一切众生是我。啊，要用清净平等的慈悲心来对待。一心诸法如如寂静啊，说又。阿子佛不异，是离之不二，法界体相故。迷子莲花部妙观察之，生法而空，实相啊本来不然六尘，如莲花故。陀自金刚不异，如来妙智自心坚固，能破一切妄想云蝶故。这一段的说法完全是密宗的啊。我们有一份参考资料，这参考资料给我们讲，佛部啊，这是术语。胎藏界三部之一，又金刚界五部之一，总盖曼陀罗诸尊中为佛之形象之部署而称为佛部。这个地方要加个解释。什么叫曼陀罗？啊，曼陀罗是梵语，密宗常用，显教里面呢，把它翻出来了。啊，很少用这个名词。显教里翻成什么？翻作道场、法会。曼陀罗就是道场，就是法会。啊，那佛部呢？这个道场里面全是佛。来参与的都是诸佛如来，那当然非常殊胜呐！啊，所以曼陀罗诸尊中，这就是我们用法会或者是道场啊，法会呀，诸尊中为佛之形象啊，全是佛现的佛身。啊，或者是佛的部署，
佛必定有使者。啊，他所带的这个使者。诸佛如来，这称为佛部。啊，这个法会是诸佛如来参加的。我们在平常经典里面看到的，华严经上看到啊，诸佛如来的法会，还有地藏经上看到，地藏经不可思议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说了很多经典，大多数与会，就是参加这个法会的啊，来到这个道场集会的，多半是菩萨声闻跟大众啊，诸佛来参加的不多。可是地藏经上你看看他的续品啊，一切诸佛带着他的使者都来参加地藏菩萨的法会。什么原因呢？那些诸佛过去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啊，老师今天在天宫的当中要宣讲地藏本愿经，大家都来了啊，带着使者都来了。在密法里头，这个会场就是佛部。那么诸菩萨形象呢，就是莲花部，诸大菩萨啊，有人天，是以菩萨为主啊，佛说法，这个法会里头菩萨为主，也就是大乘法、一乘法啊，称为莲花部。住世天相为金刚部，世是世间。住世间，那就是讲我们常说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这些人诸天护法神呐 啊，这些形象身份出现在这个道场里面，这叫金刚部，叫至金刚神。至金刚神是护法神啊，这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三部啊，佛部、莲花部跟金刚部。我们一看这个名词就晓得，这个大会里面是哪些人出席啊，知道啊，他讲什么法。那么太藏经里面有这三部啊，金刚界为十觉上转至自理门啊，上转十觉上转自理门啊，金刚界。胎藏界呢为本觉下转之化他们。这简单的来说，金刚界是着重在自理，胎藏界呢着重在利他
上求下化了，上求佛道是金刚界，下化众生呢胎藏界。这下面有个挂壶解释啊，金刚界开始大日如来智慧之部门也，如来内证的智德，其体坚固啊，金刚经就是取这个比喻，金刚代表坚固，有摧破一切烦恼的身用，所以比用金刚做比喻。啊，胎藏界呢，众生本有的心得，这个心得比什么都重要。摄持、含藏一切如来啊功德，如母胎啊，摄藏婴儿，故称为胎藏界。啊，这个胎藏有保护的意思，有摄受的意思。啊，这是对众生，诸佛如来，诸大菩萨。啊，教化众生，摄受众生，还要护持众生，他才能成就。啊，众生为什么能成就？因为他本有心德。众生的心德跟佛菩萨的心德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么下面分别说胎藏界的三部，第一个是佛部，是于果上离之具足，那佛还参与这个法会吗？要参与。在哪里呢？注意想就明白了。在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全是诸佛。你看禅宗里面讲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天台大师讲六即佛，就佛有六种。啊，六种里面从上面看，最高的是究竟即佛，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，他们住常寂光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分真即佛，他是成佛了，没有圆满。啊，哪些人呢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分真即佛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佛部里头是哪些人？用华严经上来讲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是佛部啊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是佛部，
那底下就能想象得到啊。方便有余土是莲花部，凡圣同居土是金刚部，不就很清楚了吗？啊，分真即佛了。啊，第三种叫相思即佛，不是真的相思啊。相思即佛在哪里？在十法界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最高的佛法界。啊，那在哪里？凡圣不是方便有余土。啊，那在六道轮回里面呢，这最高的位次呢，不是相思即佛，是观行即佛。观行就是他修行功夫真的力了，能够把烦恼扶住没断啊，观行即佛了。我们常常所讲的，经中所讲的功夫成品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如果是事业心不乱，那是相思即佛；理业心不乱，那是分真即佛。啊，那么这样是显密，你一看名相不一样，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今天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功夫不得力了，啊，天台大师也给我们一个名号，叫名字即佛。什么意思？有名无实，不是真的。但是从最初的、最原本的来说呢，理即佛，理即佛就是此地讲的众生本有性德，这从理上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，这个话就是天台大师讲的理即佛。从理上讲，性理上讲，一切众生都是佛。所以说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要想做佛不难了。你本来不是佛了，那做佛就很难了。他本来是佛，想做佛有什么难呢？那就不难了。啊，真想做佛，你看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呐。啊，真不难呐，只要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。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我发愿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，用什么方法呢？一心专念，啊，我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杂念统统放下。啊，让自己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到极乐世界去很快呀。多长的时间呢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七日，你看你就去了，功夫好的一天就行了，不难呐。啊，这是因为说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真想做佛，那还有什么困难呢？难在哪里？难在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，特别是情执，
你放不下，你难在这里。放下就是啊，不放下还要搞轮回呀，不放下还得过苦日子啊，要想离苦得乐了，放下便是。你看这个法门多简单啊，多么容易啊！这是无论怎么讲法啊，胎藏界三部、金刚界五部都比不上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啊，管用啊！啊，真的超越了一切。所以此地记这是佛学常识，学佛的人也应该知道。知道怎么呢？我们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，念得利此，我晓得，我清楚，我不学这个法门，我还是念阿弥陀佛。知道是智慧，念佛是念佛三昧。如如不动，为什么要知道呢？度化众生需要。你遇到这一类的根性，你知道怎样去帮助他，去引导他。但是最后，决定是这一句名号啊，稳稳当当让我们成就。这个决定不能够忽视。所以佛部果上离智具足，不是因上，是果上。果上是法身菩萨，华严、圆教、初度以上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这是属于佛部。他们不是普通人，也就是他们确实六根对六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佛部。天台说他是分正佛，没错，正佛不是假的。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习气有厚有薄，从习气厚薄分为四十一品，就是四十一个阶级，通通是无明习气，无明震断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微细的习气在呀。那么相思即佛，用天台的话来说，四圣法界就是相思即佛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上面还有一尊佛，这四个都是相思即佛。下面是六道，六道里面修行功夫得力，能够得定的，像念佛得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最浅的就是功夫成片，我们刚才讲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叫功夫成片，这不是一心不乱。这个是天台大师讲观心即佛，决定得生呐！生凡圣同居土啊！
名字即佛，不能往生的，有名无实啊，功夫不得力了，功夫得力叫观心，功夫不得力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佛号控制不了念头，这叫不得力啊。功夫得力呢，佛号绵绵不断，妄念不会起来啊，不可能有妄念啊，不可能有杂念。这叫真功夫啊。所以佛部都是大定，大定是理业心不乱。住真定居。这是十宝图。二呢，莲花部。此为如来之大悲三昧，能自容万善的，故欲知而名莲花部。这个是方便有余图。菩萨了。这些人有全教菩萨，有回小向大的二乘，就声闻缘觉啊，他发菩提心，学大乘法，得莲花部啊。第三，金刚部，是为如来之慧智慧之利用，能摧破惑业苦之三障啊。惑是迷惑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；业是失业，舍善舍恶啊；苦是苦报，六道三途啊，是说这个啊，这叫三障啊，这是人天啊，也就是同居土啊。如来之慧之利用，就是金刚般若。如来用这个加持我们呢，教导我们呢，所以经不能不听。如来的慧，如来智慧的德用，怎么加持我们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教学，就是加持我们。我们接受阿弥陀佛经教的熏习，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有悟处，自然就肯放下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告诉我们，佛法无论哪一个宗派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都必须要从经教入门啊，就教下那不必从教下入门的，那佛何必去49年讲经教学呢？
啊，不从这个门的有禅宗。所以佛法常讲啊，宗门教下。啊，宗门呢是上上根人，不是普通人。他可以不从教下。啊，慧能大师是一个标准的例子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确确实实。他在没有遇到五祖之前，没有听过人讲经。啊，就是在五祖黄梅道场住了八个月，讲堂他一次没去过，禅堂也没有去过。啊，他的工作是在对方冲米破柴，啊，他在那里做义工，做了八个月。啊，五祖传一波的那一天，召见他，啊，半夜三更，别人睡觉了。啊，召见他在方丈室，对他一个人讲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当然是讲大义，这人上上根人，用不着啰嗦。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了，怎么开悟？放下了，真放下了，放下就行了。啊，这一放下，他就说了五句话，这五句话就是他的毕业论文，啊，就是他的报告，他的心得报告，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。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五祖听了这个，行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啊，衣钵给他，立他为第六代祖。啊，叫他半夜就走，离开道场。啊，这是不需要经教的。啊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通通要经教。啊，禅宗根基一定要上上根人，我们这种根性没份呐，不是这根基。我们学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。啊，所以这是一定要晓得自己是什么根性。我们选择哪一个法门。啊，上中下三根都要依据经教。啊，离开经教是绝对不行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释迦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是为我们这些人的，这种根性人的。慧能大师例外的，不，他不是为他讲的，啊，是为我们讲的。我们要感恩呐，佛陀真辛苦。49年没有一天休息，每一天讲经不止8个小时啊！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啊！
八小时之外，多少人就问他问题，啊，多少人去找他，他统统要接见了，来者不拒，要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如来的智慧，如来的利用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有金刚部，金刚有护法的意思里头。底下讲金刚界有无，啊，金刚界为十觉上转之法门，转在迷之旧时，成无中果之，转迷为悟啊！啊，一般只讲八十，这讲九十啊，九十阿赖耶再加一个。南无罗氏啊，八阿赖也是迷，南无罗氏觉啊，迷悟不同。换一句话说，阿赖也要是觉悟了，就不叫阿赖也，叫南无罗氏了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八跟九是一不是二，不是二。不能把它看作两个，那就错了。啊，迷的时候叫阿赖耶，觉的时候叫阿摩罗什。啊，啊，成五种果智。莲花部呢？众生心中本有净菩提心，清净之理，这是真的。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出来了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说出来了，一切众生心里头啊，本有清净菩提心，菩提是觉，清净菩提心就是清净的觉心，清净的真心，你有，不是没有，人人都有。啊，人人都有怎么样呢？看，现在在六道生死之泥中，我们被染污了，我们的菩提心没有了，有的是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，七情五欲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变成这个东西，这全错了。可是诸佛菩萨看怎么样呢？我们虽然在六道这个泥中啊，没有染呐、啊，不染不够啊。这就是慧能大师看到所讲的第一句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他不是讲别人，讲一六道众生的、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染垢，垢是脏东西啊。这个染跟垢到底是什么呢？是阿赖耶的见分跟相分。
不是自己的清净菩提心，不是。可是这样一燃烧迷了，我们现在只知道用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只会用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当家，这就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四圣法界也用这个东西，四圣法界用不燃不垢的这部分，所以它叫圣人。我们今天呢，用什么呢？我们就用燃，就用垢。啊，燃垢是什么？刚才说过了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七情五欲、贪嗔痴慢，我们用这个，这就是燃，这就是垢。错用了心呢、啊？怎么回头呢？净宗这个方法好，就用阿弥陀佛。你要把阿弥陀佛用成习惯了，你就回头了，自自然然回头，不知不觉的回头，妙啊！所以古人讲啊，这一句名号啊，暗合道妙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你什么都不要管，就一直念下去。用这一句佛号，把所有一切杂念打掉。啊，因为杂念断掉，那就成佛了。断不掉啊，前念灭，后念就生了。我想断，越想断还越多；不想的话叫没有，越想越多，你就断不了它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它。啊，念头起灭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。这样念成功了，叫待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也做了阿惟越致菩萨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净宗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排名第一了，一切众生都能依这个法门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毕业了就成佛了。啊，决定毕业，不会留级，啊，不会退转。佛天天讲经说法，听不懂没关系，有很多人帮忙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助教很多，这些助教都是补处菩萨、等觉菩萨。啊，像文殊普贤、观音师至，在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助教。这个机会也千载难逢啊，希望大家要珍重啊，不要错过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要换心呢、啊。啊，现在这个肮脏的心把它换成阿弥陀佛清净的心。啊，这一换吼、哦、那就不得了了。一换了，你是真的弥陀弟子，你不是假的。啊，天台大师称你为观行基督菩萨了，不是名词。啊，如果是换不过来，你是有名无实。啊，将来这个寿命到了，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对，下面呢说，犹如莲花只有泥中出生，不染不垢啊。莲花不是这么来的，
啊，莲花是比喻。这第二，金刚不，众生自心之理所，又有本有之智啊！啊，这就是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真有不是假有。二是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。啊，在生死之泥中，经无数劫，我们自己都以为智慧没有了，德相没有了，不敢跟佛比。站在佛菩萨边上呢，感到很难为情呢。其实不然，佛菩萨看我们跟他没有两样，只是一时糊涂，没醒悟过来。啊，真正醒悟过来呢，我们跟他没有两样。啊，醒悟过来，你就放下了，智慧现前。啊，智慧现不现前，最这个明确的现象，就是他放下了。放下就是智慧现前，没有放下，他讲得再好，智慧没现前。啊，讲得再好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别人说的。他读得多，他听得多，他会讲，他做不到。啊，他也没讲错。啊，这就是过去天台智者大师所说的。啊，智者大师有两句话了，名言呢，我们要常常记住啊，能说不能行，说的没错啊。啊，天天在读经啊，啊，在看古大德的这些讲解。啊，说的一点没错，说过之师也，他可以当老师，可以教化众生。啊，能说又能行呢，过之宝也，那是过宝级的。能说不能行是过师级的，不是过宝。啊，他的知见也正，就是烦恼习气太重，还是没办法放下。啊，那么我们要知道啊，过失机的，将来果报在人天，来生人天福报。啊，他不会堕三途，他不会做坏事。过宝级的。来生做佛去了，做菩萨去了，不再六道啊！啊，我们要发心当过宝，不能当过师啊！啊，记住啊，过师也不错，来生福报很大。但是人一享福就迷惑就颠倒了，又干坏事了。
干坏事干完之后就又堕三途了。啊，你能保来世，保不住后世，所以很可怕。啊，那么这样说起来说，这放下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一定要放下。啊，常常想到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这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，连身体都不是我的。身体都带不走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，这些东西常常放在心上，那就是严重的过失啊，心上决定不能有，事上随缘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执着啊，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用这个心态啊，你真学佛啊，无论在家你都是宝啊，啊比丝高出很多后面第三呢，佛部此离智在凡位未显，没有显示出来，未显不能说没有啊，它有。如古位呢，在离智显现，觉道圆满，故名佛部。那么这个离智，离是清净寂灭，智是真实智慧，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。慧能大师第二句讲本不生灭，这就是理，本不生灭是涅槃了啊，涅槃是寂灭的意思啊。他第一句说清净的，第三句说本自具足，那就里头有智有德有相好啊，所以入果位真的化身菩萨的地位，这是果位啊，破一盆平无明，正一份化身，这是分真即佛了，是真佛，这不是假佛。他不在十法界，他住在十宝庄严土啊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是方便土，六道是同居土啊，这些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所以他们能够入啊，其如就是住在十宝庄严土涅槃，智慧通通显现出来了，觉道圆满啊，这叫佛部。第四个宝部啊，宝是什么呢？佛之万德圆满中，福德无边的，故名宝部啊，成佛功德圆满呐、啊！啊，那么在这个地方
我们就要知道积功累德，这一部经《无量寿经》讲的很多，要不要做？要做。希望大家做呢，做的是功德，不是福德。功德跟福德在事上讲啊，没有两样，是一样的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着相就是福德，立相就是功德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不着相啊，这是功德。不能不做啊，不做的时候，你的功德不能圆满，一定要做。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做啊，成佛之后，你看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那个应都是修积功德了，永远不断呐！帮助一切众生，断恶修善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，自己心地清净平等，就一念不生，这叫圆满功德。凡夫做了好事情啊，都记得啊，我做了多少好事情，天天还要记，像袁了凡功过歌一样，每天还要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修福德。修福德，世间人愿意干的；修功德，说的不要记这种事，修了做了等于没做，那算了，我还是别做好。他不做了，功德不容易啊，福德容易。功德是真正有智慧。真正是三轮体空，那是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凡夫看不到，佛菩萨知道。所以说功德宝啊，这宝不是功德宝啊，我们要懂得学。最后戒魔部，戒魔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作业。佛为众生而垂悲悯，承办一切之事业，这叫戒魔部。作业就是什么？作业就是做事业，建立事业。正在进行，这称之为事。事情做完之后，这就有业。业也是一股很大的能量。你看善的业力，人死了以后，在六道里的受生，头一个叫引业，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。没有别人引的，是自己的业力引导你，善业，善的这个业力引导你到三善道。恶的业力呢，引导你到三恶道。
这个一定要动啊。人心善，临命终的时候看到天神来接引他，那个天神是自己业力变现的，或者说业力感应的。念佛的人跟阿弥陀佛去感应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同样一个道理啊。造恶业看到有鬼啊，来去引导他啊，把他带到三恶道去了，全是业力变现的，自己不认识啊，很喜欢就跟着他走了，他带你去了啊，特别是恶业，恶业带你走的时候都是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现他的样子，你决定不会跟他去。他现什么？现你家里的亲属的样子，现你最喜爱的人，他变现那个样子，哎，来诱惑你，你跟他去了，结果你上大当了。啊，那个时候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能够辨别。啊，这种现象，人在没死的时候就看到，啊，病重的时候，快要临终前两三天，啊，你看他在病床上告诉人，我看到什么人呢？在门口啊，啊，他所说的都是死去的家亲眷属，啊，我看到他在门口，那不是家亲眷属啊，《地藏经》上说的很清楚啊。都是冤亲债主啊，变现家亲眷属那个样子来诱惑你啊，这些事情是真的。在医院里面服务的医生护士，他们统统相信，为什么？好多人亲眼见过的啊，只要看到这个病房啊，有这些现象，这病人不会超过三天他就过世了啊。佛经里头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啊。所以作业要不要做呢？要啊，不能少啊！啊，作业在今天讲的服务啊，为众生服务啊！啊，我们这个道场里面讲做义工啊，啊，很多事情他们都要做啊，这些事情都是利益大众的，都是为大众服务。让这个道场啊，一切都工作都能够顺利进行啊。道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讲经，一个是念佛。讲经是解门，念佛是行门啊，解行相应，这就是成就啊。我们道场小，没有念佛堂啊，万行先祖纪念堂虽是个念佛堂，容纳人不多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偏重在教学修行呢，个人精听明白了自己去做啊。师父领进门呢，领导你入佛门，修行在个人啊，你的成就是你自己负责
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领导大家念一天佛，没有，也没有领导大家就做一天禅，也没有。啊，佛再生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我们要明白它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听懂了，我们就肯放下。我们听懂了，我们就会真干。啊，不善的事情，我们绝对不但不会去做，念头都没有。啊，不会起这个不善的念头。好的事情，有机会去做，没有机会不要去找。啊，随缘不攀缘，我要去找这个机会是攀缘。啊，随缘，有机会我们要做，没有机会老实念佛。啊，现在听经方便了、啊、这就是现在人的这方面的福报比古人大。啊，古时候听不到讲经，现在讲经的人虽然不多，哎，你能听到啊，有电视，有网络，啊，我看现在他们做的随身听，这个东西太好了。我们年轻学教的时候，不敢想象啊，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？啊，一个小机器。像一包香烟盒那么大，装在口袋里头。啊，我们一年讲的经全在里头，1200个小时都在里头，这得了啊！啊，一部完整的《大经解演义》，啊，2个星期之前。有个同学送给我一个手电筒，晚上用的手电筒。啊，上面有一块，我就问的是什么东西？说太阳能。哦呦，太阳能充电，这个好啊！啊，没有电源的时候，太阳能可以充电。啊，还用手摇也可以充电，这个好，在。没有电源的这个地区，中国大陆很多，还有很多地方的时候没有电，啊，没有自来水，啊，那这个东西可以管用，啊，手摇充电，太阳能充电，啊，它就可以听经啊。啊，这个科学技术。要用在传播佛教上，那是无量无边功德了。啊，价钱也不高。比读书更方便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要大量流通。啊，我们讲到这些造业作业，做这个业是善业当中的第一位。啊，这个东西送给亲戚朋友，最好的礼物啊！啊，念佛机现在这个。流通量很大，那是带你念佛的，这个是给你听经的，这有这两个宝，这叫真正是法宝啊！这两个宝啊，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啊！我们要像佛一样。怜悯一切苦
我们要尽心尽力帮助他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离苦，帮助他得乐。我们再看经本，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，大概的意思前面都讲过了啊。595页第四行最后一句念起，又阿兹佛不已，是离之不二，法界体相故。他表法界的离体就是真如自性，迷字莲花不已，妙观察之，生法而空，这生空法空，实相啊本来不染六尘。如莲花，莲花代表在染污而立染污。你看莲花的根生在泥土里头，花开在水面上，染净都不染，泥土代表染，水代表净，花开在水上面代表染净都不染，取这个意思，陀这个字呢，金刚不异，如来妙智，自信坚固啊，能破一切妄想缘敌。这是把自信本具的智慧比喻作金刚般若。又阿兹空矣。这是讲三谛，空假中一心法体本自虚妄，相空无故，万法皆空。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就是讲这个意思。那迷呢，是假有矣，一心平等，诸法如幻假有故，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用什么样心态来对它呢？就是用一心平等。一心是真心，平等平等皆无，对一切人事物啊，要用真心，要用平等心，清净平等来对待。那陀字呢，中道矣，一心平等，诸法离二别，无定向可得故，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意思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就是事实真相。一切法确实没有定向，弥勒菩萨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，一秒钟波动的频率，无论是物质，无论是念头，波动的频率一秒钟啊，1600兆次，这就是说相不可得了。你所看的像幻象，不是定象，没有定象，定象只有常寂光，只有自信，明心见性，你看到有定象，自信本无动摇的定象，自信本定，明白这个道理，
这自性本定是修行的大根大本，所以佛法无量法门全是修禅定，绝不是说禅宗修禅定搞错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禅定，念佛也是修禅定。我们真能把心体一切杂念通通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净宗所说的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还是自性本定，啊，行门重要啊，结而不行不能成就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